133《南方日报》全国版，雋语投资主力震倉意在長遠。2015年7月15日6時55分財富財經 A16 張俊 HTTP 冒號雙斜線 at paper dot south cn dot com 斜線 nf really 斜線 html 斜線2015下劃線07斜線15斜線 content 下劃線7449120 dot htm 震盪期。随着做多资金出现疲态，股指很可能会再度慢的触底，这是美股港股股灾的经验，也可能被 A 股所验证。因此目前行情更适合短线操